没结扎问题多，泌尿问题会要命。所以我就没有去特别注意到说他尿尿是什么颜色。有一次就是他在外面玩，然后我奇怪怎么地上有血。没有结扎的，那个射护腺肥大的问题也很多。然后尿路结石症候群就更严重，拖了3天4天就会有生命危险。今天晚上8点，请你跟我这样过。